人彼此今天要手牵手一起，人夫要壮胆。讲到这个，遇到前女友，你就当做泼酒。他那一天呢，就说要参加一个内衣的发表活动。妈的，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两个互看的眼神很诡异。他经过后还眼睛这样子。记得吗？在认识这个女孩之后，我还能够遇到一个更完美的。现在太会说话，再怎么样就是要说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打更班。